里边咧，竞进天下同埋怪兽豪侠都准备紧咯。咁我交咗俾集前先啦。我不准备妥当头场赛事，五班千二嘅短途赛大热暂时显示系一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集咁啊，红桃巨星啦，合金王啦，埋边翼翼奇达啦，内栏黄衫仲有旅游达人啊，出边咧就系仍然赢啦，外边仲有两只添啊，同盟力量竞进天下，后边嗰四匹马啦，先有呢只欧洲导弹啦，尾四嘅，尾三库存英雄啊，后边两只精算赤焰同埋嗰只咧就怪兽豪侠嚟嘅，去到对面直攞中段啦，前面放头嘅马有一对啊，外边啊竞进天下，埋边咧就翼翼奇达啊，第三位咧就大只好多啊，同盟力量已经压咗埋嚟啦。緊隨第四藍眼罩，仲有合金王啊！內欄第五橙色眼罩旅遊達人紅眼罩，第六位仲有紅桃巨星啊！後面嗰四匹馬歐洲導彈啦，尾三咧內欄嗰只綠色衫精算赤焰啊！後面兩隻庫存英雄同埋怪獸豪俠嚟噶。好啦，咁轉彎入直路，翼翼奇達拋嚟一個新位入嚟啊！競進天下就第二位、第三位分別有外邊嘅同盟力量，入邊啊旅遊達人啊！再見到外邊打衝鋒，有呢只咧就合金王啦，入邊偷位上嚟嘅精算赤焰啊，出邊上跟嚟仲有隻歐洲导弹啊！最后100米，同盟力量咧就已经系透出啦，埋边精算赤焰追紧，出边欧洲导弹上紧，接近终点，同盟力量赢啊！跑第二名，埋边系精算赤焰，出边咧系欧洲导弹，两匹马影相争第二。至于跑第四名嘅马系合金王啊！结果今场赛事呢只同盟力量以今季嚟计落到嚟第五班跑第三场，结果跑甩赢马，跑第二名。精算赤焰埋边，出边欧洲导弹压上压落，第四合金王。头场赛事咁啊，呢个大赛组合嘅骑练啊，同盟力量姚本辉、何泽尧啊，先密头筹啦。第二名好近喎，嗰只精算赤焰咧塞咗一轮嘅，要同欧洲导弹影相啊，争二三名啦。第四名咧就见到只五毛马合金王。咁啊，提提大家啦，创奇迹啊，冇出赛噶，退出咗噶吓，仍然赢啊，有事嘅。咁啊！呢只同盟力量終於嚟到五班啦，咁啊跑多次自己最叻嘅路程啊，咁啊重返勝門啊，咪43蚊。睇翻個正式退出啊，頭場二號馬創奇蹟被競賽董事小組著令退出啊。咁啊，何澤瑤都繼續好成績啊，先不透臭。今晚都係夾住呢個馬王噶啦，姚本輝。實力馬多啊，今晚。睇头场嘅预计派彩啊，跑第一名系一号嘅同盟力量，独赢派43蚊，位置派17.5；跑第二名系12号精算赤焰，位置派41.5；跑第三名系6号欧洲导弹，位置派31.5；跑第四名就系5号嘅合金王，连赢一搭12派333蚊；二重彩1号、12号顺序派606蚊；三重彩1号、12号、6号顺序派5503蚊，单次就派892蚊。位置嚣一搭12派109.5，一搭6派94蚊，六搭12就派166蚊。终于都剩翻长头马啦，咁啊喺谷草啊、泥地啊，一再到五班都有啲水滑。今晚对手又唔少强啦，临尾都落到大热门嚟嘅，好犀利啊！啲飞临尾，即系嗰只创奇迹搞搞阵嗰时候已经系落紧噶啦。吓！临尾就43蚊，
咁啊推出咗即系二之一啊嘛，又系啦，咁啊再热上加热啊呢只同盟力量，本身已经落紧飞啦，又退出埋只二，你又得人嘅窄位啊吓入边，嗰度系咯，移唔到出嚟又同阿波仔斗争位。嗱，辉哥都好犀利啊，近期三拣一嘅预计派彩胜出组合就系 A 二隔夜半热门派$21。啱啱咧赢一场大赛咁啊，今晚头场合体啊，先发头筹。咁啊，四连环一号、五号、六号、十二号派$989。四重彩一号、十二号、六号、五号顺序派$25,738。睇翻张相啊，第二名啊，精选赤焰龙啊，第二、第三就欧洲导弹啦。退出咗只二创奇迹，一起步翼嘅期待咧就系咁骑嘅，睇下潘明辉边佢几下，定要摆前噶啦。咁啊，后边咧旅游大人都拍咗几嘢嘅，咁啊比预期都系守得几好啦呢个位，但系入到直路冇位嘅。外边合金王啦，同盟力量竞进天下，睇下佢就仍然赢啦，红衫红帽。之后阵间有事噶啦吓，呢度啲步韵都开始系自己乱咗啦。咁啊，中间红桃巨星啦，欧洲导弹啦，喺晒后边嘅精选赤焰怪兽豪侠，步速都几快嘅呢一场啊，所以同盟力量呢一场嘅头马咧都算系有说服力嘅，靠住个第三，咁合金王亦都跑翻佢自己水准啦，咁啊翻嚟佢都近嘅。另外就旅遊達人就冇辦法啦，因為有時跑馬嘅你 A 欄咧就好多時都會內欄係塞車噶啦。喺佢後邊嘅波件事咧就反而係攞到位喎。咁啊，大家睇下佢呢度咧兩位點樣去爭位啦。因為嗰只競進天下啲挨埋去。係啦，嗱，田振安想移出嚟嘅，但係波件事已經上咗嚟啦，咁啊，所以逼咗喺內欄就反而咁樣塞住咗啊。外邊就潘頓啦，歐洲導彈。红桃巨星啊，都系不过不失啫吓，又唔系好强嘅。咁啊，头场赛事都复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噶啦。韦志谦派彩一搭十二派$109.5，一搭六派$94，六搭十二派$166。三拣一派彩胜出咗系 A 二隔夜半热门派$21。二重彩一号、十二号顺序派$606。四连环一号、五号、六号、十二号派$989。四连环一号、五号、六号、十二号派$989。四重彩啦，一号、十二号、六号、五号就派$25,738。分段时间头段13秒51，第段22秒49，末段23秒94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09秒94。